你会写英文字 U 就会画画。我是金牌吕林老师，教你画画。2023桃园地景艺术节在世界客家博览会，美国艺术家 Stephen Harrington 以他的艺术创意邀请他的大狗 Melo 来到桃园做客。 Melo 手拿鲁冰花，结合了客家和西方文化，俏皮又独特的创作方式，为桃园注入新的活力和创意。今天教大家画 Melo。 小朋友认识英文字 U 对吗？你会写 U 就会画画哦。 Melo 的大脚有一个颠倒的 U， 请你找找看Melo 身上还有几个 U 字形呢？耳朵、眼睛、脸、鼻子、蝴蝶结、手指，还有大脚的 U， 共有七个 U 字形。你找到几个呢？如果全对，代表你太棒了。我毕业于美国纽约长岛大学美术硕士，加拿大国际水墨创作比赛枫叶奖得主，这是我的奖状墙，是我指导学生参加县市、全国、世界杯美术比赛前三名奖状。未来还有许多有趣的画画课会教给你哦，我们下次见。